组图。余文乐晒合照为好友彭于晏庆生，在线喊话祝其早日脱单，请点赞订阅，谢谢。组图：余文乐晒合照为好友彭于晏庆生，在线喊话祝其早日脱单。2021年3月24日11点15分40秒。来源：外龙网综合整理。24日。余文乐晒出同彭于晏在片场以及健身房的合照为其庆生，并配文：生日快乐，我最爱的孙悟空，祝你早日脱单。晒照微博截图，大盘资金流向实时主力资金净流，其中超级机构净流入。大盘资金如此走向，你手中股后市如何？马上咨询分析师。你手中股有无异动？该持有还是卖出？提交最近咨询。郑重声明，以上发布的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，与本网站立场无关，仅供参考。万隆证券网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、数据及图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、及时性、原创性等。如有侵权，请联系我们第一时间告知删除。相关信息并未经过本网站证实，不作为投资决策依据，投资者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万隆证券网一直维护证券市场舆论环境的稳定，坚决反对各种混淆视听的消息、虚假信息的传播，经发现将给予删帖并举报至相关部门。